然后易懂。我在下面听的，真的是心花怒放，心花怒放，真的是这样，真的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愿至诚的愿，祈愿我们大家，都能完全彻底的掌握住英语它的语法规则，点点滴滴我们都能把它掌握住，并且能够把它发挥出来。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继续学习一个双元音。ear 这个 ear 这个双元音，这个双元音它也是一样，它是由两个单元音组成的。第一个是这个发音的时候也是一样，要从前面的这个 e 这个 e 音，然后呢滑向这个 这个音。我们在发这个 e 这个音的时候呢，我们是舌尖要抵在我们这个下齿龈的，所以说发这个 ear 这个音的时候也是一样，舌尖先要抵着下齿龈发这个 e，它不能读成 e，它不是 ear，不能读成 ear，它是这个音是从我们喉咙这里面发出来的，是 e。e 舌尖抵着下齿龈，然后声音是在后部出来的。ear，如果说读成是 ear，是错误的，就是 ear，它不是 ear，是 ear。好，我们待会儿，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BC 老师。他的这个视频，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注意一下他的这个嘴型的变化。然后呢，老师同学就，你们拿麦来演练一下。我看完视频之后，我把单词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演练一下。好，sorry。Shape the mouth makes chang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ound to the end. It's pronounced ear. Did you notice how the shape of my mouth change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sound? Listen and watch. Ear. Now you try. Listen again and repeat after me. Ear. Ear. In fact, this is the same as the word here, which you hear with. Now here are some words with this sound in them. Near, here, weary. Now you try. Listen again and repeat after me. Near, here, weary. Good. Makes chang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ound to the end. It's pronounced ear. Did you notice how the shape of my mouth change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sound? Listen and watch. Ear. Now you try. Listen again and repeat after me. Ear. Ear. In fact, this is the same as the word ear, which you hear with. Now here are some words with this sound in them. Near. Here. Weary. Now you try. Listen again and repeat after me. Near. Here. Weary. Good. 好。这是这个双元音的情况。所以说，先是从这个 e，然后滑向这个 ear，真正发这个 e 的音的时候，我说 e，
这个音它是这个上下齿要张一点点距离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发现，就是说 BBC 这个老师他发这个 ear， 他发完这个音的时候他嘴巴是闭拢的 ear， 但是我们在那个 Alice 老师他发的这个音的时候是没有闭拢的，直接是 ear。按照这个大家，其实我的理解就是 BBC 老师他为什么最后要闭拢呢？他这个，因为他这个音发完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他的 ear， 因为结束了嘛，这个 ear， 他闭拢了，是这样子。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单词，像附近的，这个老师他在里面也有。这个读它的读音 ear kneel ear deal ear kneel ear 下面一个志愿者 ear peel 哦，前面的是这个短元音哦 vowel后面是和这个要给它连起来，这个volunteer ear 这一个欢呼，这个这个 ch 我们还没学，接下来会学这个 ch。 发这个 ch 的时候先说一下，就是先不说多了，这是 chill恐惧，下面一个是 ear feel 下面这个耳机是这个 这个是后面是个 这个音 phone earphone 这个重音还不太明显，这个重音应该是 ear 在前面 earphone 好，下面一个麦片 ear seal 这个重音还是后面还有读重了，应该是前面读的更重一点，应该是 cereal前面这个 seal 你读得更重一些 cereal 下面一个严重的，这个是也是一样，这个 ear 发这个 ear 的时候，这个开始是舌尖要抵着下齿龈这里的 ear view
view， 前面那一个是 view， 好，这是这一个双元音它的情况。好，下面就请老师和同学拿麦来演练一下。好，我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好，真武师傅，好，有请真武师傅。老师好，前面我看到法龙师兄还有打九。哦，好 ，sorry， 好，那您拿麦了，您就先读，读完之后再请法龙师兄，好吗？哎，好。那我先来读一下 ，ear。near dear dear， 读完吗老师？对的。好。 clear ear volunteer cheer fear a phone severe 可以吗老师？好，您读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有两个单词稍微注意一下，一个是耳机，还有一个是严重的，这两个。是。对，耳机它这个呢是前面是 ear， 是这，它重音是在这个 ear 这里，所以这个地方有重读。另外一个它后面那个电话呀，就是那个它读的什么呢？它本身是 o，我们说了学了一个词双音 o， 那 o， 然后后面又有个鼻辅音。鼻辅音发的时候，我们的舌尖要抵着上齿龈那里去，是的。Earphone。谢谢老师。还有下面的那个严重的。然后这个严重的它是前面是它是这个 e 它是 e yeah e 然后是 e c 它是 c yeah c severe yeah severe 它这个重音是在这个 veil 这里对 severe 好谢谢老师好惭愧好，下面有请法龙师兄。Kneel，volunteer，tear，fear。Earphone，severe。好，您能把这个再给他读个几遍吗？这个音，双元音。Ear。好。你就这。好，法老师兄就是说。这个音双元音要注意一下，这个您发的时候，其实您发的这个 e 是对的，
也是对的，那个口型是对的，但是就是说稍微注意一下，这个 e 要声音要拖长一点，你不能说 ear ear， 应该是 ear ear， 它要重一点，它要长一点 ear， 对，你不能说 ear ear， 对，稍微重一点，这个 e 它要长一点，就是重一点，发的音要长一点，要重一点。哦，好的 ，thank you。利用这个特点，对的对。一般都是前面那个音节稍微长一点，对，它八个双元音都是这样子的，前面的那个单元音啊，八个双元音它都是由两个组成的嘛，都是两个单元音组成的，它前面的那个单元音啊，都是要读的重，读的长，听着哦哦，也是前面那个读的很长，那个这个哦，这个哦，这个哦。也是前面那个啊，那个就是那个拖的时候要长一点，就是像这个 ear 也是，你不能读是 ear ear ear。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说快可能是就是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在念的时候就是说，要明白一点，这个音是 ear ear yeah ear， 嗯，是这样子的。好，好，谢谢你。还有，还有是子年师兄是吧？好，下面有请子年师兄。Good evening, Miss Fang. Now let me have a try. Okay. Near, near, dear, dear, clear, clear, ear, ear, volunteer.Volunteer, chair, chair, fair, fair, earphone, earphone, serious, serious, severe, severe. 请老师慈悲点播。好，好，非常好，您发的非常好，其他的发的都非常好。另外就有一个像欢呼这一个单词，你能在啊 ？Cheer， yeah yeah yes， 这个发的非常好，您再读一遍好吗 ？Cheer， 它发是 ch 这个音，可能这个这个音，对，它发 ch， 所以是 ear， 是 cheer， ear 是 cheer， cheer。Chill, yeah. 您再发一遍好吗？再发几遍。Chill. 再发一下好吧？Chill, chill. 老师，这个是，它不是一个前面一个 ear 组成 chill。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没关系，惭愧，这是应该是我的单词的时候，这个单词没有考虑到，因为这个音标我们没有学过。它是发 ch， 它本来这个人是音是 sh， 然后发一个 t 和 sh 连在一起发 ch， 是 ch， yeah， chill， yes， chill， yeah， yeah， 这个没关系，这个读的这没关系，如果没读准没关系，我们接下来会学这一个辅音的。这个学过了之后您就明白了。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惭愧惭愧。好。另外一个这个耳机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耳机它这个后面这个哦哦哦哦哦哦这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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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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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earphone, earphone.Yes, earphone, yes, 它因为重音在前面，确实这个音有点。OK， 好，谢谢你。好，这个我们还有这个，还有邦德师兄，好，惭愧，对对，老师，好啊，好，下面有请。能听到吗？哦，还有一位是吧？好，可以，可以。
Sorry? 您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可以的。现在是轮到我了是吗？对的，现在是您的，我们占用一下汪老师一点点时间，让他。Sorry, 我以为汪老师要读。OK, 我试一下。好。clear, clear, ear, clear, clear, ear,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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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
好，非常好，您读的非常好，发音也很非常到位。另外一个就是注意一下麦片，它的重音是在前面一个是 seal， 应该是 cereal， 不是 cereal，yes cereal， 对 cereal， 这个 seal 要读重一些，因为它重音在第一个音节这里，所以 cereal、okay.。cereal， yes yes。另外一下这个耳机、okay. 耳机它这个确实这个它 o、哦、这个 o、哦、加一个嗯 o o o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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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arphone earphone 的 earphone 这个对是这样子，这个确实这个 o、哦、和这个嗯连起来、okay. 对 earphone sorry。对，您可以把它给它单独，就是说因为它两个就是放在一起确实有些困难，就是在念的时候可以把它单独的念 own 这个 own、哦、嗯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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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own own phone phone yeah phone 对的对的 OK 对对是这个我觉得对，如意老师发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好。Unknown， 我记得特深刻。好的，好的。是。好，谢谢你。Thank you。OK，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我真的感恩大家对我谦卑的接受、包容和聆听。也非常的感恩王老师占用了您的时间。好，我关麦了。好，尊贵的会长晚上吉祥，尊贵的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吉祥。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章程了。好的好的，谢谢。今天很开心，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学那个最基础的语法知识。然后如果大家都把那个最基础的语法知识学完了以后就掌握了，然后真的学章程就是如虎更加顺畅的。好，我们现在呢，我们上一节课呢是学到章程的第三小点，然后这一点我们上次是只是把单词读了一下，复习了一下，然后没有读句子。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单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是出席的形容词 present 来听一下 present 出席的 present 好，第二个单词是确认 confirm
Confirm. Confirm. 它是一个动词，然后第三个是一个动词词组。Set 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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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驳回、撤销的意思。OK, 我们先对这些单词熟悉一下，我们再来看章程的内容。好，这句话是 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出席全体成员大会的成员必须通过确认或者驳回委员会暂停或开除该会员的决定。好，前面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一条是对停职和开除的申诉。那么第一点是讲被停止或开除的人他可以提出申诉，然后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第二个就是在讲申诉的话必须要在协会的全体成员大会上去考虑，然后会员必须提供一些机会去被倾听，还要做书面陈述，以供在大会上传阅。好，那这个动作已经进行了以后，我们下一步呢就落实到出席全体成员大会的这些会员呢，成员也是会员，必须通过决议确认或者驳回委员会暂停或开除该会员的决定。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蓝色的部分就是这个句子的主干部分，然后其他的就是枝枝叶叶的内容。那它的主干部分是 The members must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那这句话的主干部分就是说，会员成员必须确认，要么你确认，要么的话就是驳回 the decision, 驳回决定。是什么样的决定呢？是委员会的决定。这是这个句子的主体部分，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是会员他必须要给出一个做出决定来了，给出一个定论来，不论是通过还是不通过都要去做出一个决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present,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它是一个形容词，它来修饰 the members, 会员，这些会员是指出席的会员，出席的会员，然后后面接了个介词短语，是在表示方位，是在什么什么样地方上出席的会员。他是说在 at the general meeting, 就是在全体成员大会上出席的会员。must, 必须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必须呢确认 set aside, 刚才学的。然后宾语就是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必须驳回这个委员会的决定。那他在这里呢，谓语跟must 本来是情态动词，然后他后面接了 must confirm or set aside, 他是加了动词。这两个，第一个前面是一个动词，后面是一个动词词组，然后他用连词 either or 来连在一起的。就是说要么必须，要么确认，要么驳回。那中间又加了一个介词短语做插入语，做状语，代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by resolution, 就通过决议的方式，要么呢确认，要么驳回这个委员会的决定。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是委员会的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那他这里呢用了一个 to do, 他这个是动
类似的短语，它来对这个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做一个后置定语，对它进行说明，就是说是委员会暂停或者是开除这个成员的决定。好，这句话的理解就是这样子了，然后它的成分也就是这样子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问题。OK, 好，没问题。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读一下这句话。嗯，大家读的时候也可以串联一下，就逻辑思维一下。The members, 我们后面要想到它后面有两个东西来修饰这个 members。第一个呢是一个形容词 present, 第二个是一个介词短语。那你就在读或者背的时候，你就想啊 ，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然后 must either conform or set aside。它这里呢，中间有个叉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orm or set aside。The宾语就是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然后还有一个动词不定式做它的定语后置定语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前面这个句子我能不能理解成它省略了 who are present？ Who are present？ 那您说要加一个，为什么不直接用 present 呢？为什么你要用 who are 呢？这会不会把这个句子变复杂了？我形容词直接是可以修饰名词的呀，就是出席的会员，干嘛还要加一个 who are 呢？被出席吗？还是怎样？哦，啊，在这里，我觉得是，这是很，形容词就是直接可以修饰名词的，然后不要弄得那么复杂在这里。不知道您这个是什么样一个逻辑，我还没 get 到你的点。嗯 ，present 它是形容词，对，它放在 members 名词后面做后置。好的，我们继续来读一下这句话 ，the members。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orm or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o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OK, 好，那现在请大家来读一下这句话，复习一下这句话。
边读的时候大家可以边思维一下更好理解。好，有请 Julia。 Yeah, hello. Hi, Daisy 老师，晚上好，请问能听到吗？可以 ,Yes. 好的，谢谢你的教授，那我来试着读一下。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Thank you, Julia. Wonderful.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好，谢谢您。你读得太棒了。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您的领读。好，下面有请徐行师兄。早上好，我也来试一下。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Perfect. 谢谢师兄，厉害。谢谢。Thank you. 谢谢。OK, next one, 法龙师兄有请。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Thank you. Perfect. Thank you so much. 好熟练。OK, 下面有请吴静师兄。汪老师晚上好。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Great, 吴静师兄好流利啊，你背下来了吧？谢谢老师。Thank you, 谢谢。下面有中午时Hello, 真务师。老师好，能到我了吗？你好，你好，听到了。好，我来读一下。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Yeah, great. 曾务师，您刚才有没有听那个英语老师讲的语法呀？有听的。有听啊。那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主干部分它是属于哪一部分您还知道不？您是问哪一个？就是给你三个选择，第一个是主加谓，第二个是主加谓加宾，第三个是主语加系表。这是属于第几种情况啊？我们这一句的主语部分。不知道。OK, 没问题，主语加谓语加宾语，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句子。我对这些还没了解呢。没事 ,it's OK, 好。就是我们还有没有那种了解它的定义什么的都没有。OK, 好，没事。Sorry. 谢谢老师。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学。我是零基础的，我要把我看得那么高，我都什么都不知道的。惭愧不？好，我好好的。好，那就借这个问题就让大家有知道的话就。我就只会读，其他的我都不懂。好，OK。好，谢谢老师。好，谢谢。好的，那下面有请就。Good evening. Hello. 老师有听到吗？听到了。好 ,thank you. 3. 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Thank you.老师没听到您的声音呢。那我已经读完了，也没听到老师您那边的声音。
OK 吗？那现在好，那我重推。退出重进。Hello， 请问现在听得到声音吗？好 ，sorry， 这网络真的太差了，不好意思。好的，那刚才是到了，下一位是哪位师兄？下一位是子莲师兄，有请。哇，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OK。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谢谢。Yeah, great.那子莲师兄 ，OK， OK， 问你一个问题，关于章程的，他这里的 by resolution， 这里是通过决议，那我们章程前面还学了什么决议啊？特别决议吧 ？Special resolution 吗？啊，特殊决议是特别决议，那特别决议它是干嘛的？什么情况下能用特别决议啊？什么情况下能用特别决议啊？之前咱们都背过呀。嗯，在什么情况下能用特别决议啊？对啊，什么情况下使用特别决议啊？大家都可以回答，想一想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提示一下老师，不记得了。好，喂 ，Hello， 修改章程。Yeah，right，right，对的，就我们前面特别决议，就修改章程这块必须是要通过特别决议。那其他的应该也还有吧，比如说那个除了章程，其他有吗？目前就是章程，比如说要修改，就是只能通过特别决议，对吧？对的。然后我们这里的 by resolution 呢，这里就是其实是一般的决议。然后其实我们后面章程会有学到什么情况下用特殊决议，什么情况？因为它这个通过决议是全体成员大会嘛，那肯定是一般的决议了，一般成员大会的那个决议。对，我们这里的是一般的决议。嗯嗯。Yeah, okay, thank you. 好，谢谢。好，下面有请 Bond。Hello， 老师晚上好。Hello。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Wow, thank you, wonderful. 谢谢您今天的朗读。我这里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子莲师兄说的那个parent 前面可不可以，他是不是省略了话，这个我最开始以为它不是一个定语从句，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就不能适用 who are， 但是这个地方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做那个 member的一个后置定语，然后来修饰这个这些成员是哪一些成员呢？就是出席全体会议的这个成员。然后我就因为我知道那个如果是定语从句的话，它是用 who are present 这样来引导，然后这里它不是一个定语从句，我就不知道它前面只有一个主语，只有一个先行词的话，它可不可以像子莲师兄说的那个它省略了一个 who are， 所以说这个我还不是很确定，然后也请老师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怎么来解释这个语法现象。谢谢您的问题。就我的理解的话，我觉得形容词是修饰名词的，然后它是可以放在名词后面做后置定语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句子
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就他没有把这个句子表达得很复杂。当然您说的 members who are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也这样说好像也说得过去，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章程应该是非常精简的一个东西吧。然后他可能就是能够不那么冗长的话，他应该会选择更简约一点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是我的理解。我觉得子健师兄说的那个形容词做后置定语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是他省略了 who are 的话，他就必须是一个从句。一般从句的话我们才会见到这种就是用 who 来引导的这种定语从句，那他前面就必须是一个句子。那他如果只是一个名词，就是一个主语的话，我觉得就是子莲师兄包括您这样解释的应该是这样的，就是 parent 它就是我们就把它看成一个形容词嘛。最开始我是把它理解成一个动词了，哦，然后这个的话对这个的话我您看一下我生词表我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生词表呢，它就是我只采用它在章程当中的词性，然后从章程当中呢我体会到它是一个形容词，所以我就只是写了它是一个形容词的词性。当然它也有动词的词性还有名词的词性，名词它是做礼物嘛，所以这个是我对它的理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那就 OK 了，没问题。它如果是形容词的话就是形容词做后置定语了。OK Thank you. 谢谢您的问题。好，下面有请玲珑师兄。Good evening， 能听得见我声音吗？那可以。好。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Yeah, thank you. Perfect. Thank you. 谢谢玲珑师兄，读的太优美了。OK， 下面有请艾琳孙师兄。老师好。The members. Okay, great. Thank you. 好流利啊，谢谢你。下面是谁啊？下面是 Yuki。罗伊夫林。Hello, Yuki. Hello. 让我试一下。The members present. Hello, Yuki. 你拿麦了吗？我拿了。你听到吗？你能听到吗？好像没在，对吧？你没听到我讲话吗？哦，现在听到了。哦，好的，我刚才有讲。晚上好，老师，我来试一下。OK。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and confirmed or set aside the.这个词我有点忘了。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Yeah. 我是网上才听到这个章程的，然后我又刚才听了他们试读了一下，然后我想给你听一下我。读得准不准，然后我就拿麦了。我想让你好，谢谢老师。好，谢谢 Yuki。好，谢谢 Yuki。好，我们看一下会长贴在我们公屏上的我们特别决议大会可以做哪一些内容。首先它可以修改章程，第二个是年度会费入会费的确定，第三个是停职或者开除。OK， 好的。好，下面有请文书师兄。
老师好，我来试着读一下。嗯。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都读出来了，OK。希望连贯性，连贯性还是不行。希望后面能就是读到一群一群的出来。好，好，谢谢老师，谢谢文殊师兄。OK， 下面有请小菊师兄。Good evening， 王老师。我也来试一下。Three, 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it.Or expel the member. To suspend. 感觉您刚才差点读成。是，我有好几次都读 suspended. OK. 感恩老师。谢谢您，谢谢。谢谢师老师。看一下我们会长在公屏上继续的内容。一般会员的除名在一般决议大会上，委员会成员的除名在特殊决议大会上，都属于决议大会。哎，太赞叹会长了，又把我们的章程全吃透了，就是全部都情况都了解清楚。好，下面有请范师傅。听到吗？听到了。谢。The members re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 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meeting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您读得很通顺，很流畅，但是有两个单词您可以再读一下吗？这个单词。Committee. Yeah, right. 刚才听到您读成 meeting. Oh, 我也读错了，上回。你这个单词还是 present. Present. Yeah. Yeah, right. 你要再试一下吗？这句话。哦，好的，老师。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must by resolution.Either confirm or set aside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to suspend or expel the member. Yeah, perfect. 这次完美了。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范师傅。好的，那这句话相信大家都掌握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九九咖啡豆老师对会长贴出的内容的总结，我们再来看一下特别决议大会，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可以修改章程。第二个是年度会费，入会费的确定也是要通过特别决议大会。第三个是停职或者开除，也是要经过特别决议大会。这里的停职或开除是对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停职或开除吗？因为一般会员的除名是通过一般决议大会。
决议大会简单的说就是需要大家投票的全体大会，是的。然后决议大会里面又分为特别决议和一般的决议。特别决议的话，目前我们接触到的就是修改章程。大家先掌握一下这个概念，因为这个如果要把它全部说完可能得花点时间。就先掌握一个概念，就知道我们有一些东西要通过开会来确定，全需要大家投票的全体大会，然后来决议的一些事情。它决议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一般的决议事项，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特殊决议事项。如果大家不参与投票又要开大会，那就是年度大会，其他时候不会开全体大会的。 OK， 好的 OK， thank you， 谢谢会长的总结。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会议类型嘛，对，有事儿才开会，年度大会，第二个是决议大会。好的 thank you， 谢谢会长。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学到这儿。这个章节，第三章节的第三部分也要接近尾声了，只有最后一点，第四点了。这里是说，直到委员会对暂停或开除该会员的决定被成员通过决议确认时为止，然后该会员不得被停职或终止会员资格。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大家投票还没有得出一个结论之前，这个会员是不应该被停职或者终止会员资格的。简而言之，就这个意思。好，那这个呢，我们就下节课再学。好的，那今晚的学习时间到了。好，谢谢各位的聆听和包容，我们下节课再见。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